是我现在在用餐，在 Jamie Oliver。我很喜欢 Jamie Oliver 的地方，是因为你们有看到这边有这个吗？这是孩子区，超好玩的、啊，因为里面都是那种hemp 的那个木头的餐具，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尽情的在里面玩。然后 What's in my bag？ 今天是带这个包包，其实我最喜欢它，因为它真的是装很多东西。药膏、皮夹，然后名片夹，然后钥匙。